我们就中巴关系未来发展达成新的战略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同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这体现了中巴两个发展中大国识变应变求变的决心，必将推动两国关系继往开来，开启下一个黄金五十年，同时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做出新的贡献。